互相帮助。对，你帮助别人，别人就会帮助你。所以念一下，帮助众生才是帮助自己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空性，他要我们帮助树长得更好，土地更肥沃，所有人们都快乐，所有众生都快乐。所以各位要把心打开，好不好啊？不要说我是哪一宗哪一派啊，哪一教，这样就好像有分别了。那我们学佛的叫空性，关心的是所有众生的需要。你要升天，让你升天；你要健康，让你健康；你要发财，让你发财。但是如果你不布施，你自己不布施，你哪有资格助人家发财？你自己都缺了。所以各位要修到有财神的福报啊，又有文殊菩萨的智慧啊，又有观音菩萨的悲心啊，那你就能够把力量给对方。这一点很重要啊，所以要圆满各种的功德啊。所以今天你们来参加，没带食物来的，等一下要布施。我们圆觉中帮各位买了这么多食物，那是钱买的，放了这么多物命，所以你们要布施食物啊，布施放生啊，布施点灯啊，那明天就可以做得更多，好不好啊？然后明天在市区不能烧很多，没关系啊，你就买更多来，他们后天就拿来这边烧啊，他敢不烧吗？他敢拿回家煮来吃吗？因为这个是要布施的。哎呀，所以各位你就买多一点，难道有这个地方可以烧到天亮啊，对不对？那各位你没事干就开车来在这边烧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就买食物给你烧啊，那你就干脆住在这边，所以你就干脆出家吧。那你一出家还得了啦，你一个人做哇，超过几十亿个人做啊，然后呢整个沙巴马来西亚地球就靠你在做功德啦，对不对？你人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世界，佛陀讲了，菩提心是可以改变世界的心态，因为这个世界是缘起，互相影响，没有单独存在的。念一下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所以这个无我都是一切都是互相关系依存的，没有单独的存在。也因为是因缘和合的，所以一切都在变化。美国变，马来西亚会不会变？都会变的。爸爸生病，儿女也会问题；祖先没超度，子女也会出状况。祖先升天，子女会有福报。所以这个世界，你影响世界，就在影响自己；你帮助世界，就在帮助自己。所以各位养成习惯，不要破坏世界的任何东西，好不好啊？不要破坏世界任何友情。你破坏人家感情，生生世世你感情痛苦；你破坏人家财产，生生世世你被破坏贫穷。命运是业报差别的，每个人造的身口意的行为造成命运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福报比较好，那是我们过去修福报啊。我们今天可以念欧玛尼别名后，我们无量劫造了很多功德啊，那我们要习福啊，所以更修功德。那呢，但是为了要成佛，各位要结缘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好不好啊？结缘，到处跟众生结缘，水里面的、空中的、陆地的，特别在雅庇啊，各位海那么多，多买一些食物、面包。昨天我们到仙本那，哇，一头所有鱼都来抢啊！那些信徒在那边叫啊，我说你看你这个比谈恋爱还快乐。他说对对对对，这个比赚钱还快乐，对不对？赚钱真辛苦啦。哎呀，布施的快乐，慈悲的快乐，给鸟吃啊，给水啊，给孤魂野鬼啊，点烟供啊。所以各位今天快不快乐？那你给众生快乐，你就快乐了。回去你头比较不痛了，腰比较好了，对不对？老公今天出去回来赚钱了，哇，然后我做功德回向给他就好了。所以各位要了解，那你要懂得这些方法，不要烦恼。你亮起来，世界也亮起来。这个方法好，所以来我们回向来，愿以此功德，佛陀神变月。一万兆倍加持功德，大众供养佛塔，又绕佛塔，你身材要好，多绕一下啊。绕的时候念佛，声音就好；绕佛塔又念佛，以后出生高贵，一生下来就是拿督的独生子，苏丹的独生子，要免赚钱，多好嘞啊！所以你用花供养个佛塔，漂亮的不得了，这个塔用黄金贴着，
那你富贵的不得了。各位今天用食物绕佛塔，又把这个食物下施，下辈子你就开超市就发财了。所以有这个佛塔佛像是我们做功德的对境啊，所以各位都来这边绕一绕，然后那边做烟供，上供就下施，对不对？拿买个要被杀的鸟来绕一下，就给它放了，对不对？帮助它，所以来一万兆倍加持功德，大众发菩提心，皈依三宝，又绕佛塔，大放生，救护生命，佛前供养，烟供要供，甘露施食，替身多玛，听闻佛法，更重要了，转动经凡。各位你要了解，经凡飘动，众生离苦啊，法水遍洒，众生超度。所以各位呢，走到哪里转经凡，洒甘露水，好不好？嘴巴嗡嘛呢呗咪吽，哇，你太慈悲了，一只手不够，所以要牵手啊，啊，大家帮忙啊，到处去利益众生啊，来说做一切功德，随喜缘劫中各种功德，愿意持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父母祖先恩。各位永远要报父母恩，报祖先恩，念一下七世父母，历代祖先，累劫父母，同享功德，不孝顺没有福报啊！你不要说我功德做完了，有没有超度？你这一辈子爸爸妈妈有没有超度？上辈子爸爸妈妈有没有超度？历代祖先有没有超度？如果你没有超度，那边痛，那边痛，那边痛，痛不完的，因为祖先在痛啊，对不对？拜托你帮忙啊！所以要经常这样回向。来，上报累劫父母祖先恩，上报所有众生恩，上报国家社会领导恩，上报三宝加持恩，下济地狱苦，下济恶鬼苦，下济畜生苦，回向所有堕胎胎儿、自杀往生、车祸灾难、死亡者，回向所有病苦者、疾病患者、离苦得乐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以此功德，回向现场所写，消灾排位，家中父母眷属，同享功德。念一下回向偈啊，红色牌位来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然后这边往生牌位，各位写了冤亲债主，我们刚才特别机场买一只猩猩啊，听说这边以前有什么人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要超度啊，要超度。哪一个地方死什么动物，然后一定要超度，你不超度他，他来找你。昨天我们义工菩萨晚上被鬼压，那就没超度到。你晚上回去压压看，那就赶快写牌位。因为你超度东也要超度西嘛，对不对？这跟你有关系的，那你都要。你一直做功德，结果你堕胎胎儿没超度，那不行的，对不对？堕胎他没超度，他很苦很苦的，所以你要回向给他们。来回向所有往生牌位，同享功德，罪障消除，永离三途，同生净土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
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行程，9月12日礼拜二暗时7点，桃园高中人文艺术馆心灵讲座，联络电话：03331-0553、03347-7666。9月13日礼拜三，念多谢那佛，大势至菩萨，持斋度作1000劫，自觉母孝千秋，法王圣君千秋，上午8点半。板桥闭关讲堂，八关斋戒，点灯、油香、护身、甲甘露时时发挥。联络电话：02-2951-0355。9月14日礼拜四，龙树菩萨圣诞，念地藏菩萨，罗刹那佛，持斋度作1000劫，地恩平君王千秋，上午8点半。家人发言时，恭送地藏经、有缘盆经、点万灯、降万水、护身甲大鹏山慈悲时时超度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2-2456-2057。9月15日礼拜五，莲花生大师殊胜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10000倍，下午1点半。新店大明讲堂心灵讲座，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。9月17日礼拜日，念阿弥陀佛，持斋度作90劫，上午8点甲下午3点半，桃园南口体育馆国立体育大学国际强富财经大会甲大鹏山发会。联络电话：02-8226-7559。9月19日礼拜二，地藏王菩萨圣诞，念释迦牟尼佛，持斋度作8000劫，上午9点，新店大明讲堂北关斋戒十供养甲佛经大供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。9月21号至9月22号，香港弘法行程。9月21号星期四，等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倍。上午10点，香港优坛委上竹围真善路点灯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。9月22号星期五，北斗星君圣诞，9天司命造君千秋，上午10点至下午3点半，香港北角杨子金码头海上放生。9月23号至9月25号，澳门弘法行程。9月23号星期六，下午5点，澳门帝豪酒店1楼帝豪轩，慈悲素宴暨佛学讲座。9月24号星期日，雷声普化天尊圣诞，上午10点，澳门莲峰庙前地林则徐纪念馆1楼慈悲施食因供超度法会。9月25号星期一，上午10点，澳门慈悲精舍落成开光典礼。下午2点半，路环码头放生。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板桥悲愿讲堂举办八关斋戒点灯药供护生暨甘露施食法会，恭请海涛法师出法，
日期9月13日星期三上午8点半，地点板桥碑院讲堂，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二段581号，电话02-2951-0355，02-2951-0355。上午7点半于捷运江子翠3号出口备有接驳车。生命电视金门慈悲金社举办2017慈爱金门两岸祈福消灾超荐之旅，恭请海涛法师主法，日期11月3号星期五下午2点半，心灵讲座暨护生，地点金门文化局，地址金门县金城镇环岛北路一段66号。11月4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举办八关斋戒，11月5号星期日下午1点半点灯供水暨大蒙山慈悲施食法会，地点金湖综合体育馆，地址金门县金湖镇市校路5号，联络电话0823266651，0823266651。法会被免费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。适逢吉祥报恩月，为感念父母养育之恩及超度亡魂，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苗栗弘法禅院特别举办了盛大的大蒙山施食法会，祈愿引领鬼道众生同来受持散归，礼佛听经，闻法受持，悉得解脱。一早各地信众纷至沓来，有的供香顶礼菩萨，有的供水回向众生。法会由湛勇法师升座主法，与慧大德整齐海清依序入座，众人带着恭敬心、忏悔心齐声念诵《地藏经》及《盂兰盆经》，体会地藏菩萨的宏愿与悲悯，报答父母祖先的恩德，也利益无边的幽冥众生。接着法师们两续排班，缓步的来到佛前，上供10种殊胜供养品，而禅慈法师也特别为此盛会主持法鼓，护持大众修习佛法，庄严道场。法坛上摆放清水食物，对面设孤魂台供十方群灵之位，在众僧的相赞梵音中，湛勇法师头戴宝冠登坛主法，依循仪轨招请法界幽魂，释放大蒙山施食，借助三宝加持力，以慈悲真言广开恶鬼之咽喉，施以清凉甘露，借由丰富的饮食，让法界幽魂、三途恶道众生悉获饱足，更借此因缘听经闻法，解脱苦厄，共同发愿往生净土，出离恶道，转生善道。燃点10000灯明，以忏灭众罪业，在悠扬梵音中，点点灯烛在风中摇曳，温暖的烛光映着人们的脸庞，如佛陀的慈光抚慰每个人的心灵，也点燃众生的本然自信。最后将诵经持咒施食的功德回向父母师长，使其能够年年益寿，身体健康，往生的亲眷也能够超生净土，最后超脱苦轮，同登正觉彼岸。生命电视台苗栗采访报道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
请收看晚课